袁思，你给老娘出来！我要见王爷。袁思，你以为王爷是什么人？想见就见，想找就找。你是不是喜欢翠玉？ 你疯了！你出来干什么？我是来救你啊！救你个大头鬼！要是被发现你藏在这里，小姐和你都得遭殃。可是你摔倒了，我会很心疼的。你在说什么？我说你摔倒了，肯定会很疼吧？好了，谢谢你，你快走吧，我也要走了。不，我喜欢的是王爷。 这样，你让我见王爷，我帮你撮合翠玉。